哦，这里有一个小朋友，从小就喜欢读书，他就叫爱读书的文杰。你看到他读书哦。哦，里面的字很多啊，也要涂哦，要涂，翻过来就涂了，哦，翻出来，翻过来就涂了。有没有图？快看一下，翻起来有没有图？这本书在跟我们讲要如何能够完整、过快乐、幸福的生活。